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名人站 VIP Station。今天介绍给大家的就是 Gucci 这款手包了。这款手包设计造型比较破格，比以往的手包体积相对较大，红绿色带，有充满复古的味道，会上深啡色的皮边，感觉立体。打开拉链，当中里面还有一个暗架，同埋额外有几个放卡的小位置。一般采用手包的人士当然都会感觉简单方便，除了可以放日常用品之外，还可以放 iPad。 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可以放17寸的 MacBook 添。讲住咁多先，如果对佢有兴趣嘅朋友，可以 contact 我，我叫 Ring 马家宝，有我嘅 WhatsApp 同埋 WeChat， 或者亲临嚟到尖沙咀可逢道名人站，仲可以亲自过嚟体验佢嘅手感。到时见，拜拜。